后别了的人，云上终于可愉快。今日嚟到平洲呢度拍 MV， 我人生系第二次入平洲嘅，第一次咧就系8% 的声音，第二次咧同一个班底啊，其实都系咁啊，就今日好多谢导演啦，带晒即系监制啦 ，Cam Sir 咧，成队总动员出席我呢个 MV 嘅拍摄嘅。成个场咧就去玩一下啲天然乐器咁样啦。好多人同我讲话市区落紧大雨，但系我哋入到嚟平洲冇雨喎，咁所以咧非常感恩，即系唔系有蓝天白云啦，但系其实今日反而我觉得个天气系啱啱好喎，因为咧如果好晒嘅时候，你其实擘大眼咧系望唔到嘢噶嘛，你拍 MV 点可以咁样噶？咁所以今日咧其实系觉得啱啱好嘅。唔使你嘅音乐继续啦。期盼是你衷心欢快，俗套的世界衬不上你这种。希望大家喜欢拍出来的 MV 啦。